近日，风光十里片方曝光了一季《歪斗杀》幕后花絮。山雨 CP 夜闯广播室，在躲避教官抓包的紧急情况下，两人完成搂肩、靠肩、咬耳朵，像情侣一样的亲密接触。而这一切流云行水的小动作，都是山雨 CP 在拍摄中的临场发挥。紧张刺激中，仍能保持张弛有度的笑点，让人对他们的演技和默契再次刮目相看。刘雯曾经的街拍，让人沉浸在笑容满面《歪斗杀》的同时，不禁也要感叹这逆天的长腿啊！柳诗诗，浙江宁波，柳诗诗助阵某品牌秀场，柳诗诗身穿背带裙清新亮相，歪头纱迷倒众人。赵丽颖扎马尾，穿着像学生的装束在机场现身，扎马尾嫩过高中生，穿热裤扎马尾上演歪头纱，太清爽啦。沈梦辰现身杭州机场，面对镜子吃包子，无偶像包袱，热裤秀白嫩美腿，对镜头上演歪头纱。Angelababy 身穿白 T 黑纱裙，搭配深色外套现身，半马尾的发型利落有型，脸色红润，歪头纱卖萌。李小璐狂野造型霸气十足，翘臀细腿还有自信狂野的表情，把女人的风情万种狂野性感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让人忍不住想跟她跳上一曲。何洁在录制节目中也是各种表情杀，很让人喜欢。何洁高高竖起马尾的样子很少女，青春靓丽，有点婴儿肥的模样也不错，歪头杀太可爱，满满的少女感溢出屏幕。奚梦瑶照片中，超模奚梦瑶准备亮相戛纳电影节，机场秀美腿上演歪头纱，好身材一览无余。陈伟霆在媒体发布会上，主演陈伟霆、唐艺昕等悉数到场助阵，陈伟霆现身做牛肉汤给粉丝喝，遭唐艺昕勾肩似小情侣，还在现场卖萌玩歪头纱。